在场的所有的陈冠家族的成员，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会的主办方给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我要感谢的就是在这两天一直陪伴我的非常温暖的彩玲女士，谢谢她的付出，谢谢。我在想，如果是97年的9月份，我们遇到的一群人，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一群是非八卦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做案例。如果在整个经营的环境当中，我们所讨论的话题都是是非八卦的话，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取得这样的成功，因为。 是非八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是一种贬义，可能说长道短，可能不利于团结，可能让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关系都疏远。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想在是非八卦当中去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是非八卦可以让你成功的话，就去是非八卦吧。 如果是是非八卦可以让你在问题面前可以很坚决的挺过，就可以是非八卦吧。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可以的。所以今天基于是非八卦的这个话题，我首先想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一种健康成功的生活，成功八卦。 那个就是是非八卦是没有办法去支持我们成功的，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今天在场的都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生活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一起先看一看这几张画面。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可能有一天。 你跟美国总统有个邂逅，你跟美国前国防部长也有个邂逅。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希望在华丽的凡尔赛宫当中去做一个晚宴，给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每年都有很多次的出国旅游。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是。 是非八卦可以带来的吗？不可以。有一天，你虽然可能还没有能力去买个私人飞机，但是享受享受私人飞机的专机，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你也可以很休闲的在上边打打瞌睡、睡睡觉，享受享受的生活。我觉得这都是安利的价值。每个人也有希望，他有成功的舞台。 他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表彰，他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认同，但是所有的这些成功，是给是非八卦有关系吗？没有，所以是非八卦是没有办法带给你你所想要的生活的，而真正可以让你拥有美好的生活，我倒是觉得。 是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个条件不是你多么能讲消极的是非八卦，说长道短。而你真正要成功，我倒还觉得是要具备一定的成功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远离是非八卦，而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焦点专注到我们的目标当中，目标当中去，相信当中去，跟随当中去。当然。 首先是要相信了，我经常在问我自己：安利这么好的一个公司，我为什么不做呢？安利这么好一个公司，我为什么不努力呢？安利这么好的一个公司，我怎么不好好去把握，好好去把握这个事业，就让我更快的成功呢？我们众所周知，从我们加入安利开始，产品的质量。 科研的实力、出运、广告，公司都做完了，而我们
只是付出我们的时间，花一点点的精力，相信自己的这份选择就可以成功。 我们每个人都在讲，安利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事业，安利的制度是最好的，安利的产品是最棒的。可是，在相信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可能是在顺境当中的相信，你听到了价值缘起，你听到了安利成功人的故事，我们就相信了。但是我所认为的相信是，你是在逆境当中的相信。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还可以相信吗？当我们今天遇到经历的时候，还可以相信吗？当我们今天遇到很多很多不称心如意的事情，遇到别人的打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相信吗？可能未必。所以我更佩服那些在逆境当中依然相信安利可以成功的人，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刚才讲到了98年的经历，我给大家讲一段小小的故事。 其实那个时候都很迷茫的，也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远景是什么，但是我们就只相信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有一天，我的介绍人的介绍人，他叫庞利健，哈，是庞伯夫。他有一段话是真正是很打动我的，也是深深的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的整个，表情有点生存吧，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很多人在挖我们的墙角，很多更多的人在反对我们做案例。他说，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做到。我们就问他要做到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在今天任何艰难的环境。 当下当中，我们都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必须要做到一点，我们要用我们的成功去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你要100%的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公司。当然，第二个要成功的条件，我觉得是目标。从小就开始听傅老爷讲。 目标要视觉化，目标要把你的目标贴在墙上。我觉得傅老爷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在装修我的房子的时候，我就这样装修的。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是非八卦，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说长论短。 我每天我把我的房子装修成这个样子，我每天回家躺在我的沙发上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的吊灯有无数的滴滴。我躺在沙发上，我看见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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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每时每刻都用目标在激励我。有一天，我的伙伴到我家里说：“李总，我想借借卫生间。”我说：“好啊，你去啊。” 他很快的从卫生间出来了，他告诉我们在场的其他伙伴，他说：“我终于知道李总为什么可以成功了。”伙伴问：“为什么呢？”他说：“我坐在他的马桶上，眼前佛现的都是红宝石和翡翠，因为我的卫生间、我的厨房里边全部是墙砖，都是红宝石跟翡翠的，这样。” 当然，这都还不为奇。我的天花板上的造型都是 artist 水，都是钻石。我告诉我目标要更大一点、更强一点，所以每天晚上在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都要好好看看我的目标。 因为我床的正中央的顶上吊的是一个皇冠大使，我哪里有时间去是非八卦？我做目标的时间都那么紧。其实我离傅厚健先生很近的。 因为我上边的 FC 是卢总。
卢总上边的 FC 是钱俊，钱俊上边的 FC 是邱先生，邱先生上边的 FC 就是傅厚坚先生，所以他们是我目标的榜样。卢总经常告诉我，你要有目标，你要看你现在的现状离目标有多少距离，你要去弥补这样的距离，你才可以做得更好。 邱先生永远都告诉我们：“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要占很大的市场份额。”傅老爷始终告诉我们：“你要目标视觉化。”我不知道，我把我的滴滴、红宝石、明珠、翡翠、钻石、皇冠大厦的目标全部都装修在我的房子里，我不知道傅老爷满不满意。所以要把时间花在完成目标上，而不是在完成目标上。 老板，陈老板经常告诉我，重点的目标，焦点的工作，要把你的焦点聚焦在你的目标上。我们每天都这样的工作，哪里有时间去是非八卦？因为我很清楚，是非八卦没有办法让我去完成目标。当然，就是成功的条件，知道谁。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听话的人，不管领导告诉我什么，我都会去做，我都会去执行。我很清楚的知道，领导人所有的一切对我的希望都是希望我成功。我很知道安利的文化，没有一个领导人是想害你的。所以我觉得要追随，追随什么？追随思想。 追随理念，追随成功的思想，追随成功的理念，追随有优秀品质的这些领导人。选了几张照片，有两张是重复的，啊，有一张是我给傅老爷、还有曹宏宇、还有儿子，应该是我们是在热亚纳，哈，伯克费里那个地方开会 ，FC 会议照的。当然，有一次是那个就是。 第一次，2002年还是2001年的，那个叫的，啊，还有就是啊，陈老板，还有邱先生，啊，我说实话，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们，非常的感恩他们，还有卢总，还有钱领导，哈，赵鑫、蒲大姐，非常的感谢你们，所以在此要借助全场40万人的掌声来谢谢我这些优秀的领导人。 谢谢你们，在过去21年当中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在过去21年当中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在过去21年当中对我们目标与方向的指引，谢谢你们。没有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而每个安利当中的每个将军，有希望他的伙伴成为将军。所以，看一看，这群人是非常有梦想、有理念、有文化素养，同时也非常的听话的一群人，所以。 在美国大黄蜂航空母舰上，我曾经对卢总说：“我说卢总，如果你是在部队里边是我的首长，我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士兵，我一定会在你的栽培之下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所以，我们所有的成冠的伙伴们，要跟随，跟随成冠。” 传承成功的理念，把我们成功的这份理念发扬光大，以至于让我们既是一个生活当中成功的人，也是在事业当中成功的人。我们在我们成功的同时，也可以去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朋友，行不行？远离消极八卦。 把目标集中在自我激励、
与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去，所以最后我想把我在培训当中让我的学员必须要能背诵到的一段话背给大家听。如果可以的话，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可不可以？ 如果你是男的，你就讲男的；你如果是女的，就讲女的。我们来一遍，行不行？我是为成功而生的男人，我每个细胞里都有成功的种子，我勇敢、自信、坚韧不拔。 我能把安利事业介绍给任何人，我能把安利产品销售给任何人，我每时每刻告诉自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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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前浮现出成功时的景象。 我敢于面对拒绝，敢于面对挑战。我自信、勇敢、坚韧不拔。我是为成功而生的男人。我们以自我激励激励，讲积极的话，取代。 是非八卦，最终相聚成冠，顶峰相见。谢谢大家。